打小号遇到赚一四百万老牙术，开局上线牙术打一集团，少吃三只兵，看到我丢完 Q 上来就是想贴脸打，走位扭掉 Q 开始反打，一直 A 就行了， A 不到再 Q 牙术不服，叫上打野来 gank， 我们不慌，瞄准好丢双 Q 闪现拉开，以结果来看好像不用交闪，并且也可以一打二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选最稳健的打法就行了。小龙去排眼，被机器人抓下水，不慌，先 RAD 落地接 QEA， 接下来拉扯牙术，拉扯的同时用E去捡 WCD， 接下来三花去顶，女友穿 CK 也顶不住，牙术还是不服， EQ 上来看我会不会开阿朵，一直 A 一直 A， 运气好刚好躲掉 EQ 闪。牙术其实玩的也不差，但是在我看来他太想秀操作，而我都是稳扎稳打，并且也没有多余的操作。我是 EDD， 记得关注我哦。